君子道理，终身不忘。这是高先生给咱们老酒馆的贺礼，也是给咱们每个人的礼物。这份礼物尤为金贵啊！今后咱们每个人啊，每天都要过来看看他。在这个世道上，大家看你红火了，大都是眼馋得很，恨不得把你踢到沟里去，再踩上两脚。咱们能遇上高先生这样的人，多难得！剩下的这点酒，咱们得好好擎着呀。芙蓉局钱掌柜，哎，林钱。双城饭店，刘掌柜，谢谢谢啊。山东老酒馆贺掌柜，没听说过呀？您那酒馆摆开三张桌吗？名字叫酒馆，实际上是酒楼，上下两层，十二张桌，地儿不大，凑合着用。您要是不信，我带您去喝一壶。进去。有人是甜在嘴上，有人巧在手上，有人快在腿上，看人要有功夫，切不可一叶障目，明白吗？大家都是奔着我家老爷寿宴来的，这样吧，大家先自报家门，再说说自家酒菜的特色，我会一一记下来，等我们家老爷定夺。那我先讲讲啊，我是双盛饭店的刘掌柜，我家主营本地老菜，全家福溜鱼片、溜肝尖、杂里黄，本地菜，人家郭老爷上哪儿不能吃啊？哼，再者说了，也早吃够了，你就是做出花来，谁稀罕呢？我芙蓉居主营杭帮菜，杭帮菜清淡点的，就是只要说吃，得吃我们蜀地饭庄的川菜。要说这辣的，我们那湘菜可占得一绝。没看见老贺啊？一大早的出去了，没说去哪儿。那你也没问问？我问了，他不说。老贺回来，您说他两句吧。啊，这本来人手就紧，抬腿就走去。那你咋不说呢？您请进门的，我怎么说呢？哼，这块狗皮膏药，就算贴我身上了。你们刚才说的，我都已经记下来了。还得等我们家老爷来定夺，等有信儿了，我会派人去你们店里试菜啊。哎，好，哎，等等，我还没说呢，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叫贺一堂，哈，是山东老酒馆的掌柜的，哦不，现在叫山东老酒楼。我们酒楼上下两层，楼下八张桌。楼上四张桌，求的就是一个四平八稳。这郭老爷家大业大啊，应该也是求个稳字。所以，我们这个山东老酒楼那是最稳不过的了。这话讲得中听。那你们家酒楼都有些什么菜呀？怎么说呢？我们酒楼啊，不拘泥于什么菜系，更不会受制于某一门户，我们是博采众家之长，为己所用，只求客之喜好，不求菜之名号。说了半天了，你家到底有啥菜啊？就是嘛，哎呀，着急。
一言以蔽之吧，就是刚才你们说的那些菜，我们酒楼都会做。你们没说那些菜，只要报上名来，我们酒楼也会做。啊，等等等等，甭吹了，大力街上的牛都让你给吹跑了，都吹死了。这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。其实这就跟写文章一样，你文章写熟了、写透了，就会知道章无定法。知道这一点了，那任何的诗词歌赋都是提笔就来。做菜也是一个道理啊，只要你把它琢磨透了，那天下千般菜，其实就是一道菜，那这一道菜又是天下的千般菜。我以我这张嘴做担保，如有半点谎言，我愿变成哑巴。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王老板，那个上后边沏壶茶，歇会儿。三爷啊。你这话它有弦外之音呐。哟，何掌柜，您说简单点，我没听懂。你是不是嫌我出去了？我没这么说吧，嘴上没说，心里没少想吧。我知道你们都嫌我整天游手好闲、白吃饱，对吧？这是您说的，阿哥。行了行了，甭装了，你们心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。啊，不瞒你说，我是没干过这端茶倒水的活。为什么没干啊？因为我是掌柜的出身，我得琢磨别的啊，我得琢磨怎么开店，怎么赚钱。你别看我整天闲着，但我这心里琢磨呀，我脑子跟那陀螺似的，我得转啊，连半夜睡觉的时候都得转。我转什么呀？就是看咱这店哪还有毛病得改进的啊，这个怎么能留住更多客，怎么能挣更多钱，这是我琢磨的。你说这事儿你让雷子、亮子、让老蘑菇、半拉子琢磨去，他们琢磨不明白呀。你是不信是吧？我信就好啊。等我把事儿办成了，我瞪裂你们的眼睛。你看全是灰，擦擦啊。这人要说有本事啊，是干啥啥行啊。你就说贺掌柜吧，啊，他是单刀赴会，力战群雄啊，落了这么大一个买卖呀。咱们老酒馆不但是挣着钱了，从今往后还是名声更大了。贺掌柜啊，不亏是咱们老酒馆的恩人呐。我们这回算是开了眼了。贺掌柜，您不愧真的留过洋的，念的书多，琢磨的事儿都是大事儿。就我们这帮人，就捆了一把，也跟您没法比。贺掌柜，小的我是以前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这回知道了。小的我敬您一杯。一杯哪行啊，得敬三杯。对对对，三杯三杯。咱们先干为敬，先干为敬，先干为敬。就来看看你，这大半夜的，你不是吓人呢？那不是谁吓谁呀、啊？你这大半夜的嘎嘎嘎的乐，把我们俩都吓醒了。哎，你到底是梦见什么了？你乐成那样？没梦什么，你赶紧睡去。你还乐吗？不乐了。哎呦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您还记得我吗？你谁呀？啊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。那上次郭老爷寿宴的事儿，我来过。哎，我还要请你到酒楼去吃喝呢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
有人甜在嘴上，有人巧在手上，有人快在腿上，看人是功夫。对对对，实话说的。啥事儿啊？我找管家爷，管家不在家。嗯，那这个郭老爷寿宴的事儿，有信儿了吗？有信儿啊，可我凭什么告诉你呀？买点茶叶。还没信儿呢，回去等着吧。没信儿，您不早说？早说了能有茶钱吗？傻呀你！别，那个大概什么时候有信儿啊？不都说了吗？有信儿就找你们去了。不是，你这干什么呢？你这，你这。瞅什么呀？没瞅什么。我说，医生没事了，你憋着，说出来，这心里就轻快了。我能遇什么难事儿？就碰上了，他也是迎刃而解。念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，啊，一张嘴全是词儿。你就拿话敲的我，早晚有一天啊，我让你们看看我的真本事。帮我把东西搬进去吧。瞧瞧呀，旁边新搬了个女人。我又不瞎，能瞅不见？那女人长得可真好看啊！咱们好汉街呀，可就多添了一朵花啊！那瓜子脸、细柳腰，我跟你说啊，甭管什么女人到我面前换个影，我都能扒得明明白白。你拉倒吧，这点信啊！你别吹。你说能怀里抱一琴，估摸着是个唱戏的呀？谁说抱琴就是唱戏？那说不定还是个扮演门呢。咋了？你馋了？哎，搭个嘴儿能解馋吗？趁着天黑，敲门去吧。得了，我号馋久了，来，走一趟，各位，各位，我这的酒可都是好酒啊，啊，咱呀，这喝好酒得说好话，是不是啊？都是一条街上的邻里，往后还得好好处呢。哎，千万别拿话戳伤了人心。哎，您老几位喝着。动静，那边呗。嚯，出点酒都不喝，弹的真好，到底是个唱戏的。这回妥了，好汉街呀，有热闹角喽。来，喝咱们的。二两闷倒驴，
哎，您稍等。二两闷倒驴，打二两闷倒驴。吵吵啥呀？不吵吵，你听不见啊？也不知道是你听不见还是我听不见。说啥？那是啥酒？二两闷倒驴，我都说三遍了。等着吧，快点啊！哎，郭爷，您里面请。亮子，郭爷。好了，给我出来！我不出去。那，黑长，你要是不出来，我就一把火把套房给点了。你敢？陈掌柜知道饶不了你们。那，你少拿掌柜的吓唬我们！我就吓唬你们了，怎么着吧？那，亮子，咱们走。柴草，拿烟熏他。刚出去一会儿，这家里头就闹动静，啊！这算哪一出？这算？贺一堂，倒错了酒，客火了，甩了我一巴掌。郭掌柜，你倒错酒了？没倒错啊，我记得就是半岛酒。闷倒驴？那，你看。亮子替我作证了，你们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他当然帮着你说话了。他还嘴硬，这不是我嘴硬，你就算是我倒错酒了，那也罪不至死吧？你好，这活生生差点把我给烧死。亮子，他这事儿就算是委屈你了啊，那你也不能拿烟熏他呀，他又不是鸡。我也是一时气的。好了。先回去吧，等有空咱们再说。这什么事儿啊？雷子亮子跟了我好些年了，这俩孩子呀，诚实本分，绝不会睁着眼说瞎话的。嗯，那。可能是我听错了。说什么呢？我再说一遍啊！你有啥难处，你尽管跟我说，好吧？咱们人多，人多力量大，啊！你一个人扛着枪，我没难处，挺好。我最近给三爷说了个媳妇儿，有时候呢，
啊，他得去那个女人那儿。他不在的时候呢，我在我占柜，我不在你就得多辛苦辛苦。嗯，这没问题，这应该的。占柜瞅着容易，实则是重中之重。眼快嘴勤，手疾啊，站在那儿稳稳当当的。我开过馆子，我也当过掌柜的，你说这些我都懂。但这个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当然了，那个，以后我也会注意。就这么着，嗯。笑什么？赶紧啊！你行行行。啊，你就是这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您快请坐。哎呀，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啊，是不懂规矩吗？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您也知道，我是刚到贵宝地，这几天啊，把这屋子从里到外好顿拾掇，寻思着收拾得干干净净、亮亮堂堂的，再请您来喝茶呢。看来我是来早了。您来巧了，水快开了，我给您泡茶去。叫啥名啊？武三妹。哎呀，听口音是北平人吧？您耳朵真好使。干我们这行的不好使能行吗？唱戏的？京戏。为啥来大连呢？这有山有海，好地方。那打算做点什么营生啊？没想好呢，手里头有点钱，打打零工，饿不死。您喝茶。打零工？是做皮肉生意吧？成，这活没人管。注意点自己的身子就行啊！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你可没干就没干吧，你火啥呀？你这脾气！不是，你这是老物件啊。我爹传给我的，我走哪儿带哪儿。那你爹的酒量不一般呐。还行，能喝个三斤五斤的。虎父无犬子，你也保重海量。哎。我告诉你啊，要喝酒，别人家你别去，你就到斜对面那个山东老酒馆，他们家酒地道。我这个人滴酒不沾。哎呀，酒是好东西，喝多了小眼一闭，哎，啥事都不烦了啊。喊你的钱吧，我走了。不喝口茶？天热怕烫嘴。管家爷，我不是让你们等信儿吗？啊，是，我是在等信儿，这不就等来喜信儿了吗？啥喜信儿啊？我今天一开门啊，就看到一只喜鹊，这叫开门见喜啊！不瞒您说，我这一年多都没见着喜鹊了，所以我就琢磨着喜从何来呢？哎，我就想到了，一定是您这儿有喜事儿，所以我就来了。
你这张嘴啊，挺有本事的。湖州八车，不，我没湖州，我是真见着喜鹊了，要不给您抓来？那你把他抓来吧。您这就玩笑，不是我不给您抓呀，啊，是这个，他喜鹊他都带一个喜字儿，啊，你这我把他抓来，他一不高兴，这喜字儿再他给扔了，这不合适，是不是？我知道，你们呢都想赚这笔喜钱，可是事关重大，我们总得掂量掂量，急不得，还是回去等信儿吧。啊，啊，啊，哎。管家爷，不知道这个郭老爷子喜不喜欢日本菜啊？我家老爷跟日本人结交甚好，在一起久了，他也喜欢日本菜。你还别说，你倒是给我急了个喜儿。等寿宴那天，日本人来道喜，还真得备点日本菜。不瞒您说，我在日本留过学。学的就是正宗的日本怀石料理，我在大连街还开过日料馆，那日本人吃的都说好吃。好，不错，不错，走，去你店里瞅瞅去。哎，嗯，去我那儿？不是说就在这院里摆桌吗？去试试菜。哦，你这样，那个我做好了，我给您拿过来，省得那劳您贵体，您再跑一趟。这菜拿过来都凉了，这味儿也不对了。这个试菜啊，它是个大事儿，我得好好准备准备。要不咱们改明天吧？就做几道拿手菜，不用准备。来，哎，停，啊，是这儿吗？啊，对，就。就这儿了，哎呦！哎，管家爷，您坐着，先稍等一会儿，我自己安排一下。不用招呼，找张桌坐下，把你家拿手菜端上来就行了。您来了，我得好好照顾照顾，这也算尽地主之谊。您稍后，我速去速回，好吧？真是麻烦，那你赶紧的吧。哦，稍等啊。我说喝着呢。哎。金老板，哎，大爷，哎，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，嗯，就是我有个朋友来了，我想请他吃顿饭，嗯，这个饭呢，我就想安排在咱们这儿。好啊，你朋友就是我朋友啊，啊，来了老酒馆，那就是到家了啊，上炕脱鞋，想吃啥吃啥，想喝啥喝啥，啊，我请问，哟，这话太暖和人了，行。只是这个，哎呀，有什么你尽管说。就这，他熟人吧，嗯，他这个脸面很重要啊，所以说呢，就是你们得这个啊，明白，你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捧捧你，差不多就这意思吧。管家，不好意思啊，让您久等了。那里边请。你这酒楼挺气派呀。啊，嗨，这小门小户，谦虚了不是？您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这小门脸算什么呀？前面带路。您请，您请。那个，贺掌柜，您回来了。我刚才不就回来了吗？是回来。那你还问？我就问候您一声，我没别的意思。刚才你就是没看见我，啊，这站台的你得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既要低头看账，还要抬头看人，懂吗？懂了。哎，那个小陈呢？他在楼上呢。楼上干什么去啊？不说好了门口迎客吗？他说在上面收拾准备一下。啊，不，您这边请。谢谢。
这边去。您请。小陈啊，对，这菜品都吩咐下去了吗？都吩咐下去了。可拿手的上啊，要精工细作啊，但也不能太慢。我这就去厨房煎菜。嗯，去吧。你看什么呢？上茶呀。啊。哎，您请。这些菜瞅着还不错。这酒味儿不错。哎，我们店这烧刀子啊是远近闻名，啊，如果您喜欢的话，到时候我可以送您一些。那哪好意思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您到这儿，那就是到家里来了。亮子，去准备两台烧刀子啊。你也聋了是怎么着？赶紧去啊！哎，你不听我的是吧？哎，这伙计啊，欠收拾，让您见笑了。那，那叨叨叨咕什么呢？烧刀子就剩半坛子了。那赶紧去拉去啊！掌柜出门办事了。你现在赶紧去拉两坛烧刀子，赶紧去。我不去。为什么不去啊？我就不去。你再说一遍。掌柜的不让去。谁说我说的不让去了？赶紧去啊！自从你上回拉来假酒，掌柜的立下规矩，以后这酒是他的事，谁也不准插手。贺掌柜啊，这里的掌柜不是你吗？那，是我呀。那，他怎么说你拉了假酒？掌柜立下了规矩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啊，这，他是聋子，语无伦次，说不清楚。是这么回事，上次有人拉假酒回来，让我给臭骂了一顿。从此呢，我就立下了一规矩啊，只有掌柜的才能去买酒。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是。嗯，下去了，别捣乱。每天都通通风，每天也都打扫一下，挺干净的。凡是来咱这落脚的呀，都是没着落的人。这心里本来就没着落了，啊，这身子再没着落，这滋味得多苦。行，咱也帮不上大忙，能让他们吃顿饱饭，喝壶暖酒，睡个好觉，也算是尽心了。大哥，您这副心肠，放到菩萨面前，他也得给你竖大拇指。他竖大指管啥用？客们能舒心啊，咱就没白忙活。陈掌柜，陈掌柜，老贺，哎，我们在这儿呢。你们在这儿干嘛呀？掌柜的怕来这儿过夜的客睡不好，特意过来看看。哦，你这是打哪儿来啊？哦。我这个出去办点事儿。哎，你们聊，我先过去。慢走啊。何掌柜，嗯，赶明儿要出去办事儿，最好提前能打声招呼啊，要不有什么事都找不着你。你找我干什么呀？搭把手啥的。端茶倒水当伙计使呗。咱这馆子里没伙计，都是兄弟。这话讲得好听，有掌柜的
就有火箭。哎，你说这陈掌柜，我贺玉堂来你这儿这么些日子了，我是干什么的材料你还不清楚吗？这量才而用，量力而为。你看那有人他就是门槛子，有人是门栓子，有人他就是顶梁柱，那能一样吗？人们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不是，这那等一下。这样，你先记账上。这么多钱，我这哪儿来的？不偷不抢赚来的。这只是定金，打头还在后头呢。你别，你说实话，这钱到底哪儿来的？啊，那有人啊过60大寿要办寿宴，这活我给揽下来了。哎，你别小看这买卖啊，大连街有头有脸的馆子全都盯上了。我是单刀赴会，舌战群儒，那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当阳桥上一声吼，震退了各路神仙，这我才揽到手。哼，谁呀？这么大的白账？你就甭管是谁了，说你也不认识。别，你没说你咋知道我不认识？啊，那个本家姓郭。哎，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我从头包到脚，你只等着数银子就行。别，您跟我说清楚吧。他叫郭什么呀？不是，他叫郭什么来着？反正姓郭。跟我耍心眼儿？姓郭叫郭老，俩字儿。五，你能不能一口气给我端出来呀？郭老五。是那个大汉奸郭老五吗？世界上最好的事，约三五知己，无醉不归。等到了夜深，和往事干一杯，就赐我手烟盒。世界上最美的事，为岁月静好，现实安稳。任时光老去，宛若初见，笑谈似水流年。我要把酒言欢，和每一个生命中出现的人，每一次擦肩，每一次转身，都值得纪念。我要对酒当歌，和每一个生命中路过的人，每一次
次重逢，每一次失去生命的。